我欢迎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我向南太国家的领导人讲过，友好不分先后，只要开启，就有光明的前途。今天见到总统先生，这句话仍然是适用的。我还要再加一句，合作不论大小，只要真诚，就会有丰硕成果。你这次来访呢，北京的天气啊开始暖和起来，就是春意盎然。春天啊，这也是个播种的季节。我愿同你一道啊，为中老关系的发展，我们做出规划，播下希望的种子。